哎，那变细个。哦，像乾隆那个是西，中西线快速道路呢。你看，龙西亚营，而且同时从义井呢，义井到南昆山呢。像乾隆那边是要到南昆山的。东边那个是呢，比较近的是南二，比较近的中山高，比较近的是中山高，比较远的，更远一点，那个是南二高。